这上期我不是更新了一个用胶带蒸熟福寿螺子的视频吗？粉丝们也是非常的喜欢，他们说看得挺过瘾的。大胶带，我决定要去再蒸熟一遍福寿螺子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朗，我又带着我们的小伙伴直接来到田野里。那边发现一些红色的可疑物，也许这就是福寿螺子。哇，这个天气好热啊！还有带了一堆防护措施，你们看一下那个太阳，直接能晒爆石头的那种哦。咱们废话少说，现在今天立马去收集福寿螺子。哇、哦，你们知道我挖什么吗？这个田里面的水被那个太阳公公晒得跟温泉一样哦。哎呀，好烫脚啊！看表弟正在努力地收集这些福寿螺子，我一会就收集了那么多，表弟还是非常能干的。What the fuck you？ 兄弟们，你们看这个福寿螺子已经泛滥成灾了，密密麻麻一大堆，看得我肉好麻。收集福寿螺的同时，我们也不闲着，我们也正在寻找这些福寿螺。你们看看这一个非常大的一块，你们有了两个非常大的福寿螺之后，你们就拥有了一个低配版的农村盘核桃。没过一会儿的时间，我们就收集了那么多福寿螺子，我们得快速结束战斗，不然等会得中暑了。哦对了，老板，我们暑假期间出去玩的时候记得带好防护措施，避免中暑。哎呀，啰啰嗦嗦的，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吧。擦炮美猴王，疯狂鲨鱼炮，大吸炮，双响炮，爽小号鱼雷，漂亮下班回家回家。